各位標迷你哋好，又係我 number 7 Watch 豬仔。咁啊，豬仔今日第一隻推介啊，嚟到 1.8 個字。咁啊，今朝有啲繁忙啊，因為有啲標迷嚟攞標。咁啊，嗱，鏡頭前面呢隻咧，應該如果有追開我片嘅標迷咧，唔陌生噶啦。咁啊，遵眾要求再翻貨啦嚇，七月份嘅時候咧，就好快被秒殺咗一隻Citizen 嘅 Eco Drive Pilot 嘅手錶。嗱，提到星神呢個牌子呢啊 ,Citizen 呢個牌子呢，不得不提到佢兩個最大嘅優點喎。咁第一個大嘅優點呢，就係呢佢係Eco Drive 啦，光動能啦。咁如果係資深嘅標迷呢，一定知得到星神嘅光動能呢，一向呢都係性價比值相當之高，而價錢平之餘呢，質量呢相對性比其他日本品牌穩定嘅。咁呢個係星神嘅 Eco Drive。咁第二個嘅星神嘅優點呢，我自己覺得呢就係 Titanium 啊，仲要係喺前面加個 Super 添。嗱，呢隻呢就係 Super Titanium 超級鈣合金，再加上咗光動能機芯。嗱， Titanium 有咩好處呢？嗱， Super Titanium 呢就係佢比較輕身啦，呢、這個超級鈣合金，而比起不鏽鋼嘅硬度呢就硬咗五倍嘅。咁加咗 Dulatec 嘅塗層啦，內磨啦，防刮翻啦，硬性提高咗啦，咁亦都係防過敏。咁呢個就係一隻擁有同時間擁有兩樣嘅星神優點嘅一隻手錶，仲要係有 Pilot 款添。嗱，星神咧好多時咧佢走嘅路線咧就唔同精工相近嘅，精工咧好多時咧都會有啲潛水款啦、水鬼款啦，咁呢一個咧就有呢個 Pilot 嘅款式。咁嗱 ，Pilot 嘅手錶咧就有幾個特性。咁今日介紹有兩個錶面嘅顏色，黑色同藍色。咁我先攞起咗黑色先，嗱，照一照個夜光俾大家睇下。咁啊，時分針加埋黑度咧，都大有夜光喎。而個夜光咧，光亮嘅喎，都光亮嘅。咁啊，12點位置咧，同樣啦，擁有大嘅三角形啦，嚇。咁啊，方便真係飛機揸飛機嘅時候辨別方向啦。所以 Pilot 錶咧，數目字通常都會比較大隻清晰嘅。咁而依隻都係啦，個反差比較大，清晰易睇嘅啲數目字，1、2、4、5、7、8、10、11都用上咗阿拉伯嘅數目字。而12點位置嘅黑度咧，就用上咗呢、這個三角形嘅大三角形。咁啊，做咗一個拉推冠，係啦。咁錶冠咧就擺咗喺呢個三點位置嘅，咁唯獨是有少少美中不足啦，就係咧佢冇做到個 logo 喺個錶冠上面啦。嗱，佢都做咗100米嘅防水嘅，同埋咧都擁有呢個配備咗呢個藍寶石嘅玻璃錶面，同樣咧同錶殼超級鈣合金一樣咧，係防刮花嘅嚇。咁咧，依個有藍寶石玻璃錶面啦嚇。咁我採用咗星神嘅光動能機芯，依個係 E101 嘅機芯啊。咁我充滿電咧，大概行到6個月嘅，大概行到6個月。咁好啦，咁喺光嘅任何光源下咧都可以充電嘅。咁而呢個機芯咧，亦都係可以係防止過度充電嘅功能啦，同埋低電量提示嘅。咁低電量嘅時候咧，就會支秒針咧就2秒跳一下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咧佢仲有啲細節位嘅做工嘅。咁不如用隻藍色去介紹俾大家。咁藍色嘅你可以睇得到啦，藍色錶盤咧其實成個佈局都一樣嘅，只係顏色嘅唔同啫。咁內影嘅黑度咧點點嘅顏色都有啲唔同。咁除咗之外，佢仲有一個內影邊框啦，有個層次感啦。之餘咧，其實咧呢阿拉伯數目字咧下半部分咧，仲有一啲唱片盤紋喺度嘅，藍色有個暗嘅唱片盤紋。咁呢個細節嘅做工啦嚇，咁錶的咧都屬於比較大粒嘅錶的啦嚇，因為呢啲 Pilot 嘅手錶咧都用翻大嘅錶的。好啦，錶腳嘅位置咧做咗一個拉絲花紋嘅，咁啊做咗呢、這個。Titanium 嘅拉絲花紋，咁錶殼咧都係做咗呢個 Titanium 嘅，咁圓邊嘅位置咧做咗光身嘅錶圈，係啦，做咗光身鈣嘅，咁光身鈣同呢個瓦身鈣嘅交替，咁錶帶方面咧睇一睇啦，嗱錶帶咧值得讚下嘅，點解咧？佢做咗實心嘅鈣合金嘅 ending 耳冚，同埋咧做咗實心鈣嘅一個錶帶瓦色嘅，咁嗱呢個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咧佢做埋 Dulatec 嘅塗層啦都比較好，咁呢個係一個星神自己嘅研究嘅專利啦嚇，呢、這個硬化塗層。Titanium 嘅硬化塗層，咁錶扣咧要彈嘅地方啦，點解咧？嗱，佢做咗短扣一粒微條窿啫。咁如果做兩粒微條窿會更加好，佢做咗短扣，咁做咗薄橋，係啦，做咗薄橋。嗱，如果佢做厚橋咧，就會更加好。咁但係入門級啦，始終都所以佢做薄橋我都理解嘅。咁但係咧，依度個扣位如果加多一粒微條窿咧，就會 perfect 啦。咁好啦，睇下個錶底先。嗱，錶底咧就做咗一個螺旋式鎖嘅底蓋啊。咁呢個底蓋咧就做咗呢、這個
不透視嘅底蓋，咁上面咧就寫住 E101 嘅光動能機芯，係啦，咁樣 E101 嘅光動能機芯嘅，咁啊寫住咗呢個 sapphire 啦、藍寶石嘅玻璃表面啦、titanium 啦、eco drive 咁樣嘅。好啦，反翻過嚟俾大家睇先。嗱，佢正面咁啊，藍色嘅一個。藍色嘅一個光動能機芯啦嚇，錶盤啦，咁啊做咗一個光身態同瓦身態交替，所以好靚仔啊！成隻錶，好啦，咁啊試下度一度個錶徑先。嗱，度個錶徑咧同個輕身同個重量啦嚇，都係依個關鍵位啦。嗱，佢個重量咧就去到91 gram 嚇，咁啊磅一磅個重量先。我當出嚟咧就91.5 gram 啊，91.5 gram 嘅。咁至於直徑方面咧，度一度埋個直徑先。嗱，咁大隻手錶啦，都係91.5 gram 啊，好輕身嘅。直徑咧就係19.6 mm 嘅錶徑啊，即係啊 ，sorry， 直徑錯咗 ，sorry 啊。42mm 嘅錶徑，係42mm 嘅錶徑，係啦，42mm 先啱。咁個厚度方面咧就係10mm 嘅厚度，而 lug to lug 咧就去到48嘅，咁啊试下戴上珠仔14.8cm 嘅手腕先，咁啊戴上去咧个手感啊，嗱手感好舒服，因为佢轻身啦，吓戴表劲得嚟咧，佢呢个 ending 位好贴手啦吓，咁我自己就几中意呢只手表嘅，所以我推介过都唔止一次，亦都推介过皮带款，咁有标埋殉重要求啦，翻钛合金带，咁但其实呢只表衬皮带都靓嘅 ，Pilot 嘅表咧，尤其是天气凉咗咧可以衬皮带啊，咁试下戴埋只黑色俾大家睇，咁啊今次仲要价钱。平咗添，因为比起七月份咧个 currency 好咗啊，咁所以咧个价钱咧仲要优惠咗，咁所以咧猪仔咧即刻攞翻嚟介绍俾大家。咁黑色同蓝色标盘各有三只嘅，各有三只。咁啊几多钱咧？嗱，上次咧就卖紧1600几蚊嘅，今次仲平咗成嚿水添。咁啊1508蚊，吓1508蚊。咁啊呢个钛合金带、钛合金耳冚，再加上咗超级钛合金嘅外壳，吓咁啊条表带都系超级钛合金噶。咁啊嗱，如果衬条皮带咧，其实都好靓啊。如果我啱啱翻咗個新皮帶，呢、這個Pilot 嘅表帶咧，闊度窄咁樣嘅，啊有型啲嘅棕啡色皮帶都好有型啊！咁啊嗱，100零蚊加條皮帶都好型仔啊！1500蚊買到隻超級鈣合金光動能藍寶石玻璃表面100米防水，其實都真係唔錯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如果睇到呢度咧，心動嘅你咧，即刻行動啦，盡快揾我，因為呢只表咧非常之受歡迎噶，嚇1508蚊，希望你中意我嘅推介。咁啊呢只Citizen 嘅 Pilot 嚇。Super Titanium， 咁啊嗱，藍面襯啡帶都好靚啊，撞出嚟。好啦，希望你鍾意啦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